廣東版啦。咁Nika啊，轉出Nika，其實呢樣嘢係咩嚟嘅咧嚇？你可以攞嚟睇下嘅。其實呢樣嘢，攞嚟食麵又好似有啲大。唔係啊，可以自駕煮咖喱嘅應該。攞嚟steam put，係咪？我聽講，呢個聲音就可以通淋巴，係咪啊？可以改善睡眠。嗯哼，通淋巴係。是不是啊？是啊，那我讲华语，然后他就讲广东话好了。是 OK， 我可以讲华语的，我怕你们会笑到不会停。那很好啊，就在一个星期一的很特别的。Monday Blue。对。OK， 其实颂钵呢，因为我其实是专业在这个颂钵音疗，我本身是颂钵音疗师。那我都是通过这个颂钵的声音，对。颂钵的声音放在身体上做一个疗愈的，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自然疗法。对，它主要的呢就是解除疲劳失眠的问题，所以它就是通过声音能量渗透进去我们的皮肤，然后就是把阻塞了，因为我们人体里面有 70% 是水分，那这个里面的水分我们要怎么去疏通它，我们有时说喝水可以排毒嘛，那我们是怎么去通过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能量渗透呢？它因为我们人体70%是水分嘛，那就是透过这个颂钵的纳米式的这个音频渗透进我们的皮肤，同时也是结合就是渗透进皮肤之后呢，它是可以帮我们疏通我们阻塞了的细胞淋巴之类的。对，纳米啊，对，纳米般的，你听它的声音就是很细，很舒服，很舒服的声音，对。尤其是在 MCO 期间，很压力啊！我相信，我知道你们很一定很压力的。对，所以我一直提倡，如果家里有颂钵，那你们就是不是拿来放锁匙？有人讲说，这个就是一个碗啊，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。让我们可以静下来、稳下来的一个工具，我可以说是用一个工具，对。哦，这样子，我很大压力，我没有这个碗，我可以做什么？你没有这个碗啊？我有这个碗。家里要去，你就要去买这个颂钵，这个它其实它的英文叫做 singing bowl。哦。它也是就是叫singing， 就是会唱歌的碗。嗯。对，那你就是通过这个就是一个钵棒。那你就可以听那个声音，你可以闭上眼睛听一听那个声音的，它是很舒服，对，很舒服，好像马上很不开心的东西要挖，好像叮一下就走了，清醒了。 对，好像刚才我们在做直播前我们都很紧张，因为刚好这里外面又做着装修之类的，那我就跟 Cash 很紧张，因为怕外面的声音干扰嘛。对。那我就想说好，没关系，我们静下来听听那个声音。你看我们现在的心情讲话，看不出已经是比较缓和了。对。有吗？有觉得吗？整个的气氛它就没有这么紧张。好像我好似讲翻广东话。你讲广东话啦，我识听嘅。依个嘢通常系自己做或者喺屋企。拿回去自己做或者是叫你帮我做会好一点。 OK， 其实这个颂钵音疗呢有两种，一种就是你可以去找专业的颂钵音疗师，就好像有点像就是你躺在床上，然后这个颂钵就放在身上的，对。或者是如果你有颂钵的话，因为现在 NCO 嘛，对，他你就不能去因为美容院也不能去，美发也不能去，那当然你也不能去上门去做这个颂钵音疗，那你有几种方式，就是你可以自己请一个钵，然后自己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对， okay. 都是在家自己做了，好像 MCO， 我很多朋友身边有钵的，他们都是用这个来自己 DIY 自己做，就是把这颂钵放在自己身上来做，就是让自己平静，烦恼啊还是什么就可以敲，对。我还听说啊，我头就听讲啊，你用这个配合一个 product。是效果会 double up， 是的，是的，
因为MCO 的时候啊，我有很多个案，他们都很想做这个音疗，对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帮他们做嘛。那除了就是可以请他们请一个送波自己去敲。那我也讲说，哎，我最近其实我也是最近才认识这个产品，那我就有推荐给我的个案去再用，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去推广这个东西，但是我当我的个案他有回馈给我知道的说，当他做了这个保湿产品过后，他再用这个送波这样子放在身上，那个效果是真的是不一样，真的是不一样。因为他觉得整身他因为那时候他是用这个产品就是用在他的脸上，对，然后他再用这个送波的那个能量，他觉得他的皮肤好像有就是感觉上是在提升，而且那个脸部齁，就是送波，他敲了送波之后，他感觉上他的脸是温温热热的，所以就是他的血液已经在循环当中。因为这个 Lumicell 的东西都是叫 Energy Water。哦 ,OK。是啊，因为是不是这个水啊，我听说倒下去用于三个月是不识死。哦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因为Cash 其实他是这个的专业，那因为我没有去，因为我这个是没有去研究它里面的，但是我是这样子。就先不要讲这个水啦，我是知道水是有 energy 的，好像什么水都好，你对着它撩它，你拿去再 test 是不是水是会 negative 的。如果你的水一路震它一路震它一路震它，那水真的是 positive 的。那我知道水其实是真的会给我们的negative and positive 嘅，係話加埋你依個，我覺得真係係穩陣穩味，就穩味，就好似我哋 OK 我哋嘅 machine 咁，你講可以用依個嚟敲咗佢，就好似攞亨葵嚟講，如果亨葵塞咗，嗰啲天然露質，你係省佢都係用一段時間嚟省，咁我又諗到，如果你用依個整鬆佢咗，之後攞手把嚟鏟。OK， 很好的比喻，真的。你再倒水，是的，入完用，会不会好啲咧？系好，会，它是一个一个结合啦，我可以说是一个结合。那这个组合，它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效果，因为这个是我个案他们的回馈跟体验，就是结合这个两种不一样的工具。对呀、啊，你讲得这么厉害，他们要看的哦，我要讲不了。对对对，来对，然后我们今天有很荣幸，请到我们的一个很贵的model，很刚难请啊。对，然后现在大家的听到的声音还 OK 吗？我要请我的model出来一下，可以。我就是这样子。美女，请过来奖励鼓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很荣幸被阿 Cash 邀请来到当他的 model， 是我的荣幸，然后也是我的荣幸。是，okay， 那请坐，那我先，你去背对着我们吧。背对着，好好。Okay， 那我不想看到你了。OK， 好，我先帮他敲一次送波。好，我们来给嘉宾看一下，去边一边系需要去做。O K， 阵间讲我哋出猫啊。我可唔可以喐一喐呢、这个 ？O、okay， K， 先啦。你唔好攞住啊，你因为你喐一喐，因为睇住个膊头。一睇呢个女仔系周不时有运动嘅，所以你睇到佢呢边系会比个拱啲冇，实啲，好实。很实，呢边都系实，但系呢边会比较咩啲？可能系着第三个关系或者系咩？咩？可以。你哋睇到冇？你们看到吗？我哋做呢边还做呢边？或者佢觉得他觉得他哪里是比较酸痛？我的，你觉得哪一边会比较酸痛还是对？这边咯，对，因为我睇到呢边系成日攞嘅，系啦。好，那我今天就用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这个雪山满月波。刚才我跟 Jamie 讲说，我今天会给你最好的享受，好吗？好。
好，好的，那我就来敲一，先敲他的那个肩膀哦。好，现在我把这个送波放在杰米的肩膀上，请问杰米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我整身都有那个能量在震动呢。是的，因为我们平时啊，都是用电脑会比较多嘛，特别是在 MCO，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几乎24小时都是挺直的，对吧？好，我这里也跟你做一下。听到这个声音真的很舒服，是，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嗨玉哈，嗨 Kelly， 哦，你听到声音还是有在哦。对。什么意思？那其实我们同时也在吸收这个音频，就是你跟我还有镜头前的朋友也在吸收。你们唱大概一整一听。好的，那我先跟他做一个气场。扩大气场。你自己本身的睡眠状况还好吗？睡眠状况还好。还好。你平均一天睡多久？就是多少个小时？6个小时多吧。那你觉得你睡醒过后你会觉得很累吗？近来会比较，以前不会的。是因为都一直在忙，对吧？对呀。其实他的声音我听得出来。对，是比较沉一些。MCO 很 stress 啊。是，因为他的那个音频，你看，对，因为这个他的能量是很强的，但是你看他渐渐就好像啊，沉的，他好像被你 absorb 了。对，所以我才会问你这个问题，你的睡眠状况就是睡了6个小时之后，但是你还是觉得很累，然后你觉得不够睡，那其实你的那个睡眠没有睡，因为他的睡眠的品质没有讲很好。就算你睡8个小时也好，你醒来你觉得累，其实你的就是睡眠品质还没有很好。OK， 好的，好的。好像刚才我讲了，我个胸口好塞，咁样太多啲垃圾黐住嗰啲喺墙壁啊，咁佢就容易个震咗之后 ，OK 啦。咁我哋就要开始系嚟 clear 佢嘅咩啦？系。漂白水啊，漂一漂嗰個浪筋啊，太耐冇排毒咗，尤其是 MCO 呢段時間，好多人都好 stress 啊。係。我有幾龍星請到你過來。其實我哋咁樣放係咪？呢個 model 嘅面，呢個 model 嘅面係咪都會放面上嚟啊？所以有時喺屋企咧。又想簡單，又想慳時間，我會建議攞依個沖涼。好多人問依個係咩嚟嘅？陣間我俾你睇嗰個番梘。你睇下個番梘。咩番梘？咩番梘？因為我磨咗，因為時間嘅關係，我已經準備咗。但係我陣間我俾你睇嗰個番梘係點嘅，日日攞嚟沖涼，就好似我哋淋巴一阻塞，係咪？其實我哋成個人就好似諗咩嘢都唔順啊，又好攰啊，又容易同老公嘈交啊，一路對自己超卵發脾氣啊，呢啲係通常都係我哋嘅淋巴，所謂嘅頭筋黐腳筋啊。陣間我咪會變黐孖筋啊？啊，會嘅會嘅，你、我哋會整翻正常嘅嘢。好彩你今日又嚟到，所以咧就係咯，你又幫我調翻嚟，調翻去啦。
阿 K 唔得自己调，自己买嗰、那个啊，你俾你睇呢、这个，你可以解释一下点解我哋爱磨咗去啊？其实睇到冇，其实系成度分紧嘅。咁我哋就磨咗佢，因为比个分子更加有势，比我哋嘅淋巴位好似嗰个坑渠啊，通咗佢，咁就咁样放置五分钟咁样就得啦。其实你睇下，系肉，我呼气个喉扁，其实呢、这个。呢度都係有啲吸啊，等我先望望。OK， 你睇呢個摸得個面，啊轉過，啊轉過去。好啦，我又轉俾你睇下個面咧，睇下，睇下個靚女有幾靚。你有睇到我面冇？睇到，你哋有睇到冇？其實係我呼氣嘅淋巴位喺面依邊都係會放鬆咗嘅，對近近。哦。有睇到冇？你哋有睇到冇？所以我哋你话嗰、那个嗰、那个淋巴位，你话重唔重要？呢度系啦，我都睇到呢度嘅 shape 靓咗好多嗬。系啊，系啊。所以呢样嘢咧，你话一嚿番碱咁样就可以做到咁样嘅疗效咯。所以你哋冇得去美容院都唔需要担心嘅。系喎、哦，呢、这个真系好简单，自己喺屋企都可以喎、哦。系唔难嗬，同埋你哋会冲凉噶嘛？系啊系 啊, 啊，你哋都会冲凉，同埋呢样嘢又冇 chemical， 又100%安全 ，BB 仔又可以用，所以好简单嘅，又唔贵，成嚿番碱咁样样，75克，可以全家人安全冲，同埋系干细胞，好简单下喎，咁样嗬，系啊，我哋咁冲凉又可以保持。不会乱乱想嘢，皮肤又可以用，又可以靓咯，又可以，最紧要安全啦，依家安全，同埋依家最紧要最紧要嘅杀菌，系，因为我哋出咗去，我哋出咗去，你知依家嗰个19COVID-19周围飞嚟飞去，你唔知系喺边度，但系你用咩洗面，用咩body shampoo，如果你用到要太强嗰啲，就皮肤又干喎。啱冇？啱。咁你用呢個又可以靚，又可以清，又可以咩？又可以心安理得，又唔貴。重點係你，你做了這個之後呢，它是幫你的淋巴疏通。疏通。然後你最重要就是睡眠會變比較好。對。對，因為睡眠，當你的睡眠，有睡眠狀況的時候有問題，其實你做什麼東西你都會不順心。係，同埋。是的，這個是這個很重要。對。皮肤敏感的人又可以用，因为是有薰衣草成分，所以会帮助你睡眠。如果属精油的人都知道啦，薰衣草是可以抗敏感，同埋俾你relaxing你的。咁样，阿 Kisha， 我问你，如果我喺自己喺屋企做嘅话，大概几耐咁样嘅时间咧？哦，喺屋企咧，日日攞去冲凉就唔需要等嘅。哦。OK。系，即系你咁样打落去冲凉，当系冲凉咁样冲。body shampoo， body shampoo 係啊咁樣。但如果我想咁樣咧，我想做 body mask， 好似咧，因為我哋人係唔會，我哋人係會作息嘅。我哋唔知道係幾時作息。咁我建議每一個月係排毒8日。咁係我已經有好多個例子啦，即使係做咗8日嘅連收，佢嘅效果會好好。如果我諗埋，如果加埋呢個聲音落去。應該我自己都不敢想像可以靚到點樣樣。等一下當他做完之後，我們再幫他敲那個鬆波，因為你的皮膚、你的那個淋巴已經疏通了嘛，再加上鬆波之後呢，你會覺得你整個肩膀你是温温熱熱的，它其實也是促進你的血液循環。對，是的，這樣很期待。所以我就說今天很榮幸。可以成为他们的模特，那我自己可以享受一下这个疗愈，这一个是的自我疗愈，对吗？他们说对对，因为我刚才有听 Jamie 说，他也是有在之前也是有学颂钵嘛，对吗？对对对，然后他刚才一来到他就看到哇，妮卡你好多颂钵，对对对，是，
对，有缘，所以是他说有缘哦，相遇都不是一个意外。对，刚好就是所谓的共振能量了，我觉得对就是一个共识的那个时候。好，那可以，你是要发后面的吗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就是可以转去后面。对，可以，也可以，对，看他的那个，所以做緊呢個親啊訪問一訪問嘅模式先啦，做緊呢個親人有咩感覺？你是說現在嗎？現在。現在我感覺之前我的右手邊呢，這裡是會真的是比較緊，比較拉緊啊。對。現在呢就感覺到比較輕，這裡這一個方向反而好像還輕過我的左手邊。對。整個人也比較鬆了。係。是啊。係，睇我哋。就算冇去美容院，都唔需要惊，只要翻拣起大厅，就唔需要惊。同埋呢个，咁阿几打打打打就可以咩噶啦，又可以攞嚟冲凉。Hello Jenny， 阿 Grace 同你打招呼，同埋系咪系咁样敷？其实系呢个抹呢边个胸都会。上系会，等下我睇咗，偷偷地同你讲下。O K， 而家等嘅时候咧，我可以帮佢再系，再 touch 佢，系，我再唔 touch 佢。再调整你，你闭上眼睛嗬，你要专精神。是大声的哦，啊，他的那个声音比较亮了，对，他的声音比较亮了，就比较是提升的声音了，对，而不是刚才的是细收，刚才是敲了一下，他是完全细收，是了，刚才我对，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是雪山满月波，他的声音其实是很长的，它是一个螺旋音来的，对，当如果这个个案他很他的能量他很需要的话，他其实是。声音很快就没有了。对，是的。你们想要吗？想要跟你讲讲哪道啊 ？Hello Grace。OK， 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其实又加埋点系敲咗，所以我哋系唔需要放咁耐。你哋到呢度有咩唔明白想问冇？我做紧清洁甚至。等下你先清理干净过后呢，然后我再把宋波直接放在他的身上。嗯，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 OK， 因为这个当他做了这个淋巴疏通过后，再加上这个宋波音疗的话，他其实他会感觉到他的那个身体，他的肩膀，尤其是他的肩膀是温热的，那其实就是更加快速去让这个整个的血液循环疏通。说明你平时没有冲凉呢。有啊，天天冲凉。一百一百，是吼，真的是一边比较暗啦，不关杰米的事。因为我们对，因为我们的东西也是 nano technology 被吸收了。对，吓死。哎，真的是有美，有比较白一些。哇，这样子可以，不是也是有美白？对，也美白，只是没有美白的东西。嗯 ，HDR 外面很多东西有美白的，就是有果酸。哦，
这个 100% 没有果酸，因为我们的广泛广东话，因为我们的嘢好有细渗入去，所以是完全冲干净的。所以我讲可以杀菌，因为有时啲嘢喺出边嘛，去黐入边你哋睇唔到，佢可以入到你第二层、第三层，净系我哋个嘢先做到啊。OK， 那Cash 你跟他处理干净了吗？好了，嗯，好了吗？好，好的。那我们再次用这个送波，整个是贴在 Jamie 的身上，好吗？然后想再讲一讲。好，佢除咗佢嘅颜色唔一样，我唔知你哋睇唔睇到。其实正话喺呢度系好高嘅，嗯，但系依家已经系落翻嚟，正话佢好实嘛。哦，佢就系落壁嘛，所以佢嘅膊头系咁样斜上嚟嘅。但系依家你咁样睇，其实系平衡咗嘅。同埋長咗，依個短啲，正埋依個長啲嘅。嗯，啊，係依個長，因為佢個筋開始放鬆咗，所以佢就可以睇到長啲。佢依度好似比較冇比較鬆啲咯。係，喺依度仲係拉字，正埋喺依度拉字嘅，所以咧俾你知道依個分解同埋幾犀利。OK， 那我們現在就也把這個鬆波直接貼在他的肩膀上，好嗎？前面等一下你感觉一下那个感觉是什么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是啊，顾里少讲他的膊头跌了，是啊是啊，好犀利啊。Hi Vivian， 他声音也不错了现在。如果我没记错， Vivian 是不是玉虾的香港朋友啊？声音同正话 before 系一开始就系沉啲噶，依家系个声音系高啲噶。Hi Angelis， 系 Vivian 放香港，他的声音发出来很平稳，很平稳了。正话系，他声音比较亮了，对，他声音比较亮了。想放慢一下，大家咩感觉？我感覺到我成個人聽再加埋呢個鬆，轉翻嚟，轉翻嚟佢。OK， 咁佢嘅坑渠，坑渠就通咗嘛，啱冇？通咗之後，咁我哋需要做啲咩啊？所以我哋嘅身體其實係正話 ，Lika 老師有講咗啦，我哋嘅身體係需要70%嘅水。咁個坑渠乾淨咗，你省咗，係要攞個水沖一沖佢啊！我就會攞嗰個水，有咗，啊，呢個倒咗落去，啊，咁就再沖一沖佢。嗯，考察到，睇望咗。啊，开心面喷，我想讲一下，分享一下我的感觉，好吗？好。我说了，我觉得我今天是一个真的是第一次的体验呐、啊，因为一路来我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 Ruby Cell 的 mania， 就是粉丝。嗯。那我自己呢，其实我也自己在家也有这一个松波，但是我不知道原来哦，松波哦可以这么跟我们的 Ruby Cell 一起这么结合，然后来运用、okay. 来使用。今天呢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体验，很新鲜的一个东西。然后我现在想分享就我个人的感受，就是当我尝试了这一个，我觉得整个人是哦更加的松轻松了，然后你可以感觉到你的心灵是得到一个某程度的平静，很 peace 很 calm。 对，然后我也可以感觉到我的 mind 我的思路也比较清晰了一点，所以我
可能知道我知道接下来自己要做些什么，是不是说我之前不知道，我知道，只是说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了解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会被身边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、哦、一直来、干扰我们的思绪，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 focus， 没有很好的一个能量。然后这个我可以解说，就是通过这个松本，它也让我松波这个松波提高了我的能量，所以我可以 feel 到我的能量跟我的气场也有不同。哦，可能你们在身边的朋友感觉不到，这是我自己分享我现在的体验，我感觉到好像身边就很满满的那一个energy 能量。因为之前就是我不嬲都有同 Jamie 倾偈嘅，头一次 MCO 咧 ，the first time MCO 咧，佢比较开朗啲。但今次咧 ，MCO 2.0 咧，佢真系energy 真系好 down 嘅，佢系冇嚟咩嘢，唔知道自己爱做咩嘢，好似 lost 咗个 way 咁。OK， 系咁依家正话攞水嚟通咗佢嘛，咁样我哋需要入翻啲营养落去，就系依个。依个系乜嘢咧？是咩嚟嘅？咩嚟？师傅，你讲系咩嚟嘅？依个你系师傅嘛？系冇错。依 OK， 依个系我哋嘅5%嘅干细胞，就好似攞翻亨培嚟讲咁样样，你散咗、震咗嗰啲垃圾跌咗落嚟，你攞水冲干净咗佢，你需要 polish 你嗰个亨培，所以佢就冇咁容易会再阻塞，同埋你需要加盐用落去 ，supplement 咁样样。系啦。咁咧，你就淋巴一通，及病都冇咁多啊。系啊，在家里也是可以自己做。好似懒人运动，我就系嗰个懒人。点样懒人运动？就喺屋企咁样样，就系叫懒人运动。边度想我瞓边度，我瞓边度。系啦，所以你问点解你会瘦，就系因为懒人运动，训练你。系。因为你有一枪在手，系就埋我识埋呢个聂家大师，想唔靓都艰难啊！而家靓系好重要，但系你嘅能量、健康同埋能量都好重要啊！所以头一次嗰个问翻，头一次嘅 MCO， 我都系你系咩感觉？我俾你咩感觉？你俾我我。你呀、你俾我感覺，你都係，我覺得嗰時嘅時候，我 feel 到你都係唔知係做啲咩咯。你又同我講成日坐喺屋企，唔知係做咩，因為你本身慣咗喺 salon 噶嘛，你都成日有嘢做，即係你忽然之間你會感覺到，做咩我日日起身好似冇嘢做，我都唔知道可以做啲咩。係啊，咁樣。今次咧，我話今次啊，哇！是啊，正能量满满，好多 blaming 成日同我分享佢爱做咩啦，佢爱点样啦，下一步嘅，系啊，唔错。识我个人都觉得，阿 Cash 点解今次嘅 2.0 嘅 MCO 你好似唔同咗嘅？ Yeah. 其实我冇唔同，系一样，我系叮醒咗，我系叮醒咗，头脑清晰。系，有时我哋真系。有時我哋係 control 唔到噶，尤其是女仔，有時真係要靠啲嘢嚟俾我哋嘅 mindset 要叮一下佢啊！有時真係嗰個叮，你分分鐘真係行少好多冤枉路啊！係呢個我同意，係咁、我做曬咗啦，咁、個過程就做曬咗。後邊嗰度，okay, 再俾人睇下後邊。嗯嗯，點可以點樣 spray 咧？後邊都係 spray 咗。spray 曬咯、okay. 搞掂噶啦，係好簡單。其實你哋睇，唔好諗到咁複雜嚇。點樣 spray 啊？點樣樣我唔識噶喎，唔需要識，你只要識揸槍就得咗。識揸槍係咁樣射落去，你記得唔愛個嘢嘛？唔愛個嘢，你嘅帶走佢咯，帶走佢。咁你入營養，梗係向上咯，係咪？你梗係想你面上噶嘛？排淋巴向落，入營養向上就係咁簡單嘅啫。所以不需要專業人士做，自己一起做都可以做到咁樣嘅嘢嘅。Hi， okay. 好，你哋兩個可以喺邊？我哋兩個瞓邊 ？OK， 好多謝呢個問題啊，冇瞓著啊 ？OK， 冇瞓著啊？點解佢喺旁邊瞓著啊？係舒服咗。係，你叮咗好多嘢做咗嘛？你應該知道點樣做。Sharon 又多謝我 ，Sharon。Hi， 咁
咁就做曬咗啦。咁你哋到依度又想咩嘢？想再知啊知清楚啲，或者係想了解正話啊依啲係咩嚟㗎？嗯，有冇人想知道？有冇人想問啊？你飲水先啊，飲飯水先。好水多過茶，好水多過茶。肉蝦有寫字係寫咩？哦，肉蝦，有，肉蝦有說他有了新啟發，對吧？新啟發，對吧 ？I want to be model。好，沒有，現在你要be model，因為MCO嘛，那你要，因為你已經有了Ruby Show嘛，對，那你就可以請一個送播回家，然後我可以教你怎麼用。对，因为现在我们其实，因为我有很多个案，他们尤其是在 MCO 的时候、都有打来要预约，可是因为现在还是疫情啦，我觉得大家还是以健康为主要。对对对。对，那我觉得，这些东西都可以。我讲讲，我睇到我哋好似好近咁，其实我哋都系离开好远噶，系我嚟到启器都系戴住个 mask， 我依家因为我讲话政策，我都系戴住个 mask 噶，系。我哋係好安全嘅，就係嗰個講咩？冇啦，仲有冇講咩？哦 ，Grace 講呢個靚女，邊仔？呢個你好，哦你好，呢個係一個美容，如果我冇記錯係一個小明星嚟嘅喎。哦，小明星，多謝你入嚟睇我。哦，小明星啊，係。係係係細路哥係幾紅嘅，喺個新加坡拍戲，係 model。OK， 係是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Nika。係，所以咧就我就聽講，因為 Nika 好學佢好好啦，佢覺得因為咁個 MCO， 所以佢就正話就應承我係估佢嘅 member 幫佢賣咗，佢會送一次呢個聲音波。嘅貼蚊俾佢，或者你哋想想咩咋？想咩？想或者想Nika老師啊，點樣教你哋點樣用啊？咁佢都會有一個 special class 俾你哋，點樣樣嚟幫你哋 clear 啊，幫你哋解決你哋嗰啲問題啊？問佢專業嘅老師問佢。我專業，我的專業是送播飲料，同埋Ruby Show都係。Ruby Show也是在我覺得這個產品，因為我其實我沒有怎麼說，在整個推薦給很多人啦。但是我覺得在這個疫情哈，這個真的是可以在家都可以做的。很多人很需要。是。好像個 Jamie 咁樣，不嬲識 Jamie 個人都覺得係一個好 positive 個人，但係依今次嘅 MCO Jamie 真係。有啲有啲諗唔通嘅嘢，所以我觉得哈，不只是外在，我们外在的那个就是需要去整合，对，其实我们的内心，其实那个能量那方面也是很重要，对，也是很重要，就是内外一起整合嘛，对，对，是的，是啊，是，咁系估系想知道咁。或者你哋唔好意思喺度問，你哋喺私底下可以聯絡你卡，是的，老師，是，或者係我朋友想知道嘅，可以嚟 B M 我，或者係 Jamie 嘅朋友可以揾翻 Jamie， 係，咁個時間又開心又覺得特別快過噶啦。係啊，我哋本來我們本來是講要30分鐘的嘛，對嘛？要40分鐘了，好，那大家还有什么疑问要在这里问的吗？还是你们可以再重播再看？是的，那希望这个今天的直播分享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启发，跟在这个尤其是 MCO 这个 2.0 的时候，我每次都跟 Cash 讲的，先把自己的心先稳下来，对，因为你先把你的心稳下来，你才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东西，对，你就会比较清楚你的方向要往哪里走，哎呀，对吧？现在我 very 的清楚了，因为刚才其实他来我们还没有开直播之前，我就讲说，哎，我们来准备一下直播东西好吗？他就讲，妮卡老师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牌吗？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刚才有玩这个叫做潜意识沟通卡，对对，其实这个是
一个对自己的一个信心啦。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时刻非常时刻稳住自己好吗？对，谢谢大家加油。好，咁 Nika 会再又会几时会再重播？重播就冇得啦。几时会再开 live 啊？会再开 live 啊？睇大家嘅要求咯。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关于颂钵怎么去结合这个Ruby Shaw 的这个韩国干细胞产品的话，那大家可以私讯我。是是的。然后 Cash 老师呢，他其实是在这一方面的专业，所以他是这一方面的师傅。对，是的。好，那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我们快要下线咯。多谢你哋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